第二的气体下列哪些是能量的单位？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个物卡，卡是我们在二年级学的热量热能的单位，所以它是个能量单位，没有问题。再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功跟能，做功就是能量，然后就是力量乘以位移，这个用牛顿，这个用公尺，出来的单位呢叫做焦耳，所以呢我们知道焦耳也是能量单位，没有问题。而这边有个牛顿，牛顿呢 F 是等于 ma 呢就是质量乘以加速度，质量的单位是公斤，加速单位是公尺除以秒平方，这边还要再乘以一个公尺，所以这边还要再乘以一个公尺，所以就会变成公斤公尺的平方秒平方。所以我们发现呢，丁这个也是一个能量单位，所以呢第二十七题问我们说哪些是属于能量单位，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猪、井、乙、丁、戊，这些都是能量的单位。